经力量，在咱人民心目中，也在咱的啊热烈头前啊，咱来安阳，啊咱安阳好势，啊咱什么样会搁再开更大，啊咱所有的这个前路前程啊，前进啊，一日来完满才了你哦，啊咱来到。
我们在富国路上绵延一直到我们的高速，我们的富国路桥下哈，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们的信众一直涌入，在这边大家都用虔诚感恩的心来叩谢司马祖的恩泽。龙腾宫民国86年开工到今年农历3月23日妈祖圣诞才刚刚满24年，在这24个春秋里面，圣母的博爱慈济广度众生，也让所有的信众大家都能够归养在圣母的一个法门道前。除了有好多的义工愿意我们利用时间来配合盛宴，我们做义工，还有好多的信众也在我们每年圣母的8天绕境活动，都像我们的春宴归巢一样，自动就回归到我们这一支我们亮丽的队伍里面。
完整，数字无知，八字唔巧，时间条件是上初谈阮主意，是予咱用心哦，会当予司马祖带领大家一步指引。成功交换小业商，走出光明变顺通。以后，小庙主理开角路，咱还阁有真济咱的合法民众，对咱一路替咱看护。咱一路上，千军万马，所有兵马，是咱司马祖师兄教好了，会当讲全程。感恩护持，大家平安顺遂。今日咱鹿港即张缓缓回家，祝同咱用感恩心的心，祝请司马祖来安眠，予咱平民会当好好过过。
曼尼林团。再次相守，请学习重点。一同咱来叫声所有王爷，神兵天将一同，嘿，拜拜。